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儿子是说的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嗨，凯哥 ，Hello，Hello， 哎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还好，还好啊，还好啊。从哪儿过来？从横店。横店过来。那个，哎呀，常年都这个地方。刚才跟我说，说今天好好上课。今天好好上课。学不到那个上岛容易出危险。说我可记不住这么多。完了。凯哥，你是对于海上生存是有毫无经验？露营过吗？露营过。然后会游泳吗？游泳会是会啊，但你也不能长时间游吧。那咱俩的状态就是都靠他们来维持我们在海岛上的生存。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我们。我去年录的节目是可以自己可以花钱的，他们这次好像就被我们扔上去就不管了，就彻底让我们自生自灭了。就我连露营都没露营过。露营简单，露营就搭个帐篷睡觉就行。呀嘿呀嘿。Hello， 一周哥，小伦，嗨，哎呀，一周哥，来来，带麦。现在看看这个腰围怎么样。然后腰围，然后从岛上下来再看看腰围怎么样。我就是多养点膘，然后上岛减肥了。啊，是吗？我是做好准备了，今天是这个节目里最耀眼的一天。今天是最可能是最漂亮的一天。剩下的就对，是真的武装啊。因为我去年做那个，哎 ，hello， 做那个，哎 ，hello， 嗨，宇哥，嗨，你好，宇哥，该你带麦了。然后现在要测量你的那个腰围。幸亏我没吃早饭。哎，有没有可能下岛的时候每个人还胖了呢？我是路过一个，我给我拉到马达加斯加，啊，真的饿了我三天。所以我听说找我来是因为说我被饿过，相当是饿的经验。那你有什么生存经验？生存经验，哪些叶子可以吃，哪些果子不能吃？这我去的是热带，我们看见那个面包蟹在那儿爬，我们当时是没有任何生存技能。你面包蟹你也不能生吃啊，你不能吃刺身啊。烤一烤吗？哎呦，嗨 ，hello， 嘉伦，嘿嘿，我见面了。啊，哎，前两天在上海那边。对。现在就是量腰围的一个过程，量完了腰围之后下岛再量一次。这应该是代谢最好的年纪。也过了。他小，我俩拍过戏。那会儿是我最强壮的年纪。哦。我们俩去广州二沙岛找那个苏炳添的教练给我们练的。啊，练到我现在还屁股还疼呢，我觉得那会儿落下了伤。节目找过来是我跟那个魏大勋在拍戏，我说你不是常驻吗？我说你给我讲一讲，我说有意思吗？他说有意思，他说你去。然后后来节目组反馈说啊，我们那个一二季你就看一看参考吧，我们这季跟那没啥关系。现在看起来确实也没啥关系。精神是一样，就精神世界一样，物质世界不一样呀。不是，我很想问一下，是谁的主意把嗨放派弄成流放派？以前嗨放派不是很快乐的吗？对，以前的嗨放真的是嗨放。之前老 MC 就剩你了，就剩我了。他们都被你熬走了。熬走了？怎么能是被我熬走的？就剩你了。哎呀，这就把我灭都熬走？不会的，就凭你们这么有劲儿也不会的。Hello， 嗨，欢迎，下跪。Hello，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。谢。好了。好，刚开始的声色。你之前看过嗨放派吗？我看过一些片段。片段？看过什么片段？就是一些做游戏的。感觉之前是试验橘子，比如说这一季试验我们，试验人。我看过一个老外的那种荒岛求生，哎呦，老外玩特别狠，就是真的是脱光了下船上岛，什么都不穿，然后大家先找一山洞，然后看那个山洞里滴有水滴下来，然后每天就接那个水喝，然后就抠那个小贝壳，
天天吃小贝壳，刺身啊，刺生的呀，刺身的。咱应该带点芥末，好不好？学会生火了，叭叭生那个火，高兴的不行，嗨死了，叭呀下了顿雨，火灭了。我是觉得，我们一定要让观众看一些，就是高级的内容。对，每天砍柴劈柴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自古以来别人都这么干，真是我们不干。刘国人上岛就摆烂，摆烂十天，看谁先动手。那我们就应该这样，从海岛上离开的时候，把我们所有东西都埋下去，下一个再上来的人往里挖，挖出来，挖出来再接着用。哇，没准你这季埋下去，下一季还是你来挖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物资福利放送环节哦，我会给你们每人一个 A 或 B 的选项，请在五秒倒计时结束前给出答案。现在即刻开始。孙艺洲，哎，汤锅还是平底锅？汤锅。四，汤锅 A。急了，汤锅答案要 A， 我生怕他不给我呀。任嘉伦，充气床垫还是睡袋？睡袋。郑凯，手柑还是路亚柑？什么东西？什么柑？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手柑。有什么区别吗？这个就是路亚柑很复杂，但是不是说路亚柑省事儿吗？我，反正这个事儿是你干吗？你的事儿。林睿，保鲜膜还是锡纸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锡纸，很有用。我在岛上我用过好多锡纸。小鬼，哎，强力驱蚊水还是强力可伸缩电蚊拍？五、强力驱蚊水。OK， 拍不完的，那又不是室内。对，拍的话还得找个人轮流。哎，这两个小时你负责。对，就别睡了，一个在鸽子头上，啪啪啪睡，一个拍，啪啪啪啪啪。好，最后一位。高瀚宇，食用油还是食用盐？五、油。四、盐满大海都是。你当我傻？友情提示一下啊，海盐不建议长期使用。是，没事，我们吃的很清淡。这不用盐了，不用盐了，不要。这个游戏好玩，就爱玩这种游戏。不要停，加一轮，再来。接下来你们所有的物资只能祈求网友给你们空投了。OK， 这那个小鬼有礼物送给大家。哦，对，给大家带了我的专辑。哦，但是虽然这个升岛有用吗？没有用。不管，带上去。带上。哇，这么大的。哇，有名字，上面有名字。这，哇哦，这是黑胶碟吗？是黑胶。就是要用那个大机器才能放的。对，哇酷！我们如果带这个上岛的话，就我们上岛之后还得再找一个那个留声啊，不是，就是那个机器了，黑胶机。我们要自己做黑胶机得了。没错吗？做椒麻机倒是可以，黑胶机未必做得出来。黑胡椒机。这么一想，那来了两季的李荣浩也没给我们送过什么专辑。哎，我也是空手来，没给大家带什么礼物。哎呀，千万别送大家一句祝福了，你别强调了，不然十天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们这些都空手的怎么办？也同样送一句祝福吧。对，祝大家，希望大家在岛上十天后还能各自安康。我们可以在岛上养只小狗吗？必须养，这太重要了。我真的觉得得养一只，这是精神生活的支柱。我担心的是，我们六个人找回来的食物啊，不够一条狗吃。哎，我们再找一只猎犬来，找一只猎犬替我们出去打猎。他每天叼一堆兔子回来，叼一些鸡啊、兔子啊，然后回来。走吧。走起！走。
学点本事，学点本事哦。欢迎大家来到杭州余杭百年长乐林场毗邻的贝莱特庄园，这里承袭径山文化，主打疗愈放松，有江南小厨、森林民宿，还有潮流露营，好朋友们都可以来值得体验一下。我们第一趴先来嗨一点的，第一趴是嗨一点的，不嗨我要闹了。看到那里有一堆竹子吗？看到了啊、嗯，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竹子把它分开，这些竹子会是你们非常好的在野外的时候的工具，比如你可以拿它做杯子、做碗、做筷子，可不可以做一个筏子然后逃出这个岛？当然可以，逃离海岛。逃离海岛，然后划着它到对面，到对面运我们的物资去买东西，买东西买过来，然后卖好主意，好主意！我可以当你的下手，可以，你可以给我发工资，咱俩一块儿去。哎，就赚他们四个人的钱，就十天，我们就躺着不动，躺着不动，开小卖部。哎，这牛，卖东西，厉害厉害！哎，可以，剩下的人做苦力。我申请做你的供应商。在你们面前木框里面有不同的工具，谁来？我来吧，竹子是吧？选择你认为可以趁手的工具，帮你分成两半，不要有破损。不行，就这个吧。好，我觉得是锯。锯，好，没问题。这个有没有什么那个？一样，一样，一样，一样。OK。这个锯得锯很久吧？我的天哪！很难吗？我觉得这不太好锯，这个不好对着。我一圈快锯完了，但是我锯了个斜的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你踩着它。哎，踩着稳很多哎。哎，漂亮。可以啊，但这锯不平哎。我来个，我来个。哦呦！搞定！哇！以后锯竹子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交给我了，包了，到了我 show off 的时候了。哦，哎呀，老师这样好吗？总是建立在我们的失败之上。我好不容易设计了这样的环节，请原谅我。我给你选根粗的。喂，孙老师，你坐好。孙老师，你坐好。孙老师，您来，一定要挑一个最粗的吗？你看放得多稳。其实锯这样的竹子，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最难的点是让它怎么样能够稳一点，先把自己的腿夹住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周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夹住了之后你就可以，哇，轻松啊。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非常漂亮的一个，你们可以试着夹一下，谁来尝试一下？我来反了，反了哥。你要吃两口，你要不会吃杯是吧？再见，凯哥。夹住它，然后哦，他用手撑住它。另外一头要放在大腿外面。对，夹紧了吗？感觉这里夹紧了。夹紧了。然后这个手按住它，然后你这个就是稳的了。好，检查一下。哎，这仪式感不错哦。在这个位置吧，在这个位置，对对对，然后你感受一下，漂亮，怎么样？超快的，说一下感受，切面很平整啊，对不对？我试一下吧，酷。然后我们在野外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拿这些竹子用来做杯子，这就是很好的一个个的杯子，对，一个个杯子就做好了。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把它劈成两半，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柴刀。哦，你甚至如果说有，比如说有那个，对啊，有接水用，接水用。那老师中间这个东西怎么办呢？就直接把它。哦哦，中间好脆啊！对，哇哦，下雨的时候直接。你想要筷子？哦，这个长度可以炸油条啊！
哇，是不是？哦，哇，吃火锅可以啊。对，这个时候小刀的用途就出现了，刮了之后它就不毛躁了，就不会有毛刺扎到你嘴，很难消炎啊。这样子呢，我都没有看，我都没有看，因为我知道刀刃没有对着我朝外。这种小技巧就可以用上，就可以很快速的帮你很精准的去操控小刀。最后一个简单的东西，铲子，你们在岛上的用途会非常非常的大，比如说你去挖些海产品啊，因为岛上也有红薯，对不对？挖地瓜等等都要有，用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，也可以这种方式也可以啊，自己去感受就好了。我们要建自己的厕所就是要靠这个来建。凯哥会给我们建一个非常精美的厕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凯哥记得帮我们做一个干湿分离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要 PPT 上那样的样子，必须的。我们做一些柔和一点的。好，下一轮是一定会在岛上用到的东西，叫做绳索技巧。啊，这很重要。比如说你们搭房子，是不是会用到绳索？对。接下来给大家示范的一个叫做十字结。十字结，看好了啊，转个弯。然后两个耳朵把它放在一起，就像这样子。哦，然后这一边穿过去，另一边穿过来，也穿过来。一收紧之后，这个十字结的雏形基本上已经完成，它已经算是扣住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还需要有一些加固的小操作，就比如说在这里把它再多绕几圈。嗯嗯。那我们把这个打完之后，然后做一个收紧，铁链结也可以，对，什么结都行，你就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坚固的十字结。比如说你们搭建一个庇护所，想要挂一根横梁，这个都能被用上。而且除此之外，其实这个也经常被用作一个十字标。就可以用作十字标的用。能干嘛的？关键是能干嘛的？意义在哪？我们每天起来饿得要死，渴得要死，起来。你们真的想象不到它有什么用途吗？捕猎。相信我，我分享的每一个都有用处。当你们作为十字标用途的时候，可以削尖。哦，可以削尖。螺旋手里剑。可以削尖。哦，原来是手里剑啊！你搞错了，你说手里剑，我们就里剑。就是我有个想法，就是如果把两个竹子中间这挖一个洞，把另外一个竹子直接嵌里头，榫卯结构是 OK 的吗？非常的 OK。 对，开放派出去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但你可能浪费的时间会比这个更长，因为绳子会更快一点，具体要看你的需求。我觉得你的提议是一点没有问题的，然后每一个人做一个十字结。我已经忘了。你就可以直接按你那个方法。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血泡泡。专业专业专业，怎么弄来着？什么来着？这一根，哎，这一根过去收，哎，套住，转个圈，你过去，嘿，哎，变戏法了。下面的根去哪儿了？凯哥先放竖的。哦，还要先放竖的，你看这一步很关键，你没讲啊，老师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没看好。嘿，嘿，好的，漂亮。他耍我，他让我先放竖的，绑出来就是这样。我已经放弃了。你放弃了？我感觉这期节目播出去之后，我会身败名裂。真的。只要能够不散架就可以。要求越来越低了。只要能够不散架就可以了，不散架就可以，就绑就完。你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。这我们的绳是有限量的，小鬼是把整捆都捆上去了。你的这个成本有点高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的游戏规则是不散架，击中油桶计算成功啊！什么？一定要击中油桶，只要能击中就好了。可以，这太简单了。我先来，没，碰到了，碰到了呀！我们听到了一个轻微的砰，绝对碰到了。哦，我认了，我认了，我认了。郑凯来，漂亮！哦，这样行，这样行，漂亮，漂亮，这个标准，哎，准。
这个不算对吧？你这个回旋镖，他好像累了，总要有一个特别的嘛。